都准备好了，人到齐了，全师摸过枪的。组长，李安东他是不是已经？还有你们庄站长，庄站长是调汉子，他们砍不下来。但李安东就说不定了。那万一他们提前打过来怎么办？你一定要带人顶住。尚副长，你的迫击炮啊，随时做好准备，等他们一交火，你就立即执行炮击任务。 装图鱼有炮，李安东有地，王海是幕后主使人，还有一个炮手。明天我们的任务有两项：第一，找到迫击炮，抓捕炮手；第二，找到王海。具体的行动方案是这样的：以天门为中心，以迫击炮1444米有效射程为半径，搜索这个范围之内所有的院落和建筑。刚才我们主任把我叫过去了，说你那份密电有错误。 你赶紧把电码拿过来，重新弄一份。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你怎么还来了？我要发电报。现在是特殊时期，除非有紧急情况，才可以跟总部联系的。我明白，就是有紧急情况，所以我必须马上发报。 好吧，准备行动。乱七八糟，打住谁？什么情况？电文，毛人凤 A 级密电，猎鹰药品将于21日0时送至2号地区。 令：保密局近日所用密码本有。16年，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26年，大兴书局版《莺歌记》。36年，世界书局版《花间集》。 发电报，别动！刚才有个女的呢，给我追！
起来了，兄弟们，兄弟们，起来干活！快快！看好你们手中的通缉令，挨家挨户的仔细盘查，遇到情况立刻汇报。是。小东，过两天就是正日子，成与不成就这么多岁。虚头巴脑的话我不多说了，来点实在的。每个人十块钱。来，拿着。我们的任务很简单，一句话，守住那个影壁，任何人不准放进来。子弹、手榴弹给我招呼着，甭给我省着，明白吗？明白。大妈你好，我们是公安，看一下你的户口本。行，你们稍等啊，我给你们拿去。快，搬到那边去。快，小心点。来，公事放这边。王阿姨，我们是公安局的，让过来做一下户口本登记。好嘞，请进吧。没事没事，姓名是李平。李平，年龄66。来这这边，稍微往这边。那个杨成同志，你能不能坐下来歇会儿？你在这溜达着，我头晕啊。过去50分钟了，你连个信儿都没有。要不然我陪你下班上街。不用，没那心思。不对，不对啊，肯定在哪儿见过的。哎呀，我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你现在已经没办法正常思考了。组长，我出去溜达一下啊。哎呀，见过了。杨科长，哎，你别动，别动，是。
长，你这是干嘛呢？你别管，别动。是。你举着，高点儿。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又不像了呢？杨科长，您该不会把我认成特务了吧？我是咱们公安学校一期毕业的。知道。你见过王海？嗯。那你为什么不说呢？我不知道他是王海呀、啊，我是看了通缉令以后，我才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好像。嗯。您想不起来了。我跟组长是见过王海的，那你会不会是在调查庄图宇的时候碰巧见到过？不可能，咱们一共见过两次王，一次是咱们找庄图宇，一次是我拦他的车，这两次杨成都不在旁边。哎呀，你再好好想想。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你试试这个冥想法，你啊。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让你的记忆穿过你的大脑。停停停停！我还是出去转转吧。这人怎么这么烦人呀、啊？我在帮他。你们这个地方最近新人有没有？没见几个新人。就这几户人家比较有钱。你好，有人没有？查户口。轻一点，把东西拿进去。上回去。让我来吧。好。你好，有人没有？查户口。他们家的人前几天出远门去了，这门怎么从里边给插着呢？有人吗？查户口啊。怎么动静？人呢？公安同志呀、啊，那人到底长啥样啊？你让我再看看。那你再看一下，这回可得看清楚了。哦，这回给记住了。有声音，有人来了。你好。啊，同志，你好，我们是居委会的，来查一下户口，请出示一下你的户口簿。安先生两口子不在家吗？啊，安先生和太太去上海了，我说他的委托帮他看着房子。这是安先生的委托信，还有全家钥匙。这有安先生的签名了，你看看。对，你叫李全福。对，我就是李全福。你的户口簿带了吗？户口簿都是放在家里，谁平时出门也不带身上啊。那你跟户主是什么关系？我是安先生的朋友。在什么单位工作呢？716厂。哎，同志，你的工作很仔细的吗？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啊，没有了，谢谢你的配合。好，谢谢，辛苦了。再见。再见。您先查查，我去汇报一下情况。有啥情况？您不懂，
特务都有伪装身份，得核实清楚了才能确定。走着。刚才这事够闲的。你这不怕通缉对象是我吗？不会，没有人见过你，就算被通缉了也就是个名字。家伙。你觉得他们信了吗？不来那就信了，再来那就是见到真枪了。影响那个卡车司机，确定？确定。走。好的，谢谢您。这事儿，小六厂确实有一个叫李炫福的，但是人现在在工位。我现在回去盯着，你立刻向专案组汇报。是。这是几家里的其中一家。哎，家敲吧，慢着，不能惊动敌人，他们会提前开炮。你好好想想，到底是哪家？我想起来了，他们家门口有一个拴马桩。这边看看吧，走走走。
劲儿。就这张，他们身份假的。我刚才已经确认了，他们的身份都是假的。你查过他们多长时间？最多15分钟。太好了，他们现在很有可能还没有准备好。我的意见是，就趁现在，我早等不及了。我也没问题。我觉得他们里边有多少人、什么装备，咱们都不清楚。我们只带了手枪，贸然进去肯定会有伤亡。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求中央纵队的支援。我们王立生，我就知道你唱反调。我说都实话呀。王立生说的也没错啊。不过这次情况不同，我们不管来多少人，他们只要开炮就是胜利。所以，为了保证国庆的安全，我们别无选择。没错。我一直偷偷练大坝呢，我没问题。计划是这样，大门肯定不能强攻，我们从耳房前面翻过去。杨成、王立生，你们一组东面，我们仨西面，记住，首要目标，击毁那门迫击炮。明白。松动。130斤，你多少钱？我150。把住啊！等会儿吧。啊，上去以后枪打准点啊。
送你去。周副局长，调查结果出来了。说，专案组共击毙包括王海在内的特务分子六人，缴获斯登式机关枪8挺、手枪18、各式弹药、尚无详细技术，以及迫击炮的部分残骸。从我们搜集的证据来看，没有发现有人逃跑。开炮的特务应该是原日本炮兵中尉山口龙一。很猖獗。通知下去，国庆在即。各部门不能有任何的懈怠，绝不能给敌特分子留下任何机会。是。张云超怎么样了？专家会诊过了，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什么时候苏醒，专家也不敢确定，这要看张副处长自己了。通知医院，他们绝不能掉以轻心，有什么新的情况，马上告诉我。是。
哎，小姐。老板您好，我想做件旗袍。啊，不好意思，今天已经打烊了，请明天再来吧。啊，那我先看看料子吧。去年今日在北京老号，我看到咱家的航罗，那可是一等一的好啊。小姐，您记错了吧？小店仅此一家，从不曾开过分号，哪来什么北京老号啊？怎么可能？我记得北京老号的掌柜姓李，经理姓周。我去年在老号买了兰花缎子两匹，现在还在我家里放着呢。小姐，请进。你好，我是。我知道，这里毕竟是备用交通站，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冒冒失失就过来，这样非常危险。对不起，我是违反纪律了。可是我真的有特别重要的情报，必须立刻向中央发报。不行。为什么？绍兴客栈是你的联络点吧？嗯。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他们什么都没说。这件事都怪我，是我不好，是我太不小心了，所以才会。是客栈被盯上了，没有抓到活口，毛人凤不高兴，现在保密局的摄像车24小时都在街上巡逻。那怎么办呀？哎呀，这份情报真的很重要。只有冒险一试。早上6点钟左右有一小段换班时间，咱们可以试一试。外面没有人，时间也差不多了，可以发报了。好。毛人凤 A 级密电，猎鹰，药品将于21日零时送至2号地区。另，保密局近日所用密码本有。16年亚东图书馆版《红楼梦》，26年大兴书局版《莺歌记》，36年世界书局版《花间集》。各单位的人都到了，已经就位。还有半个小时，抓紧时间让他们吃饭。是。周副局长，周副局长，有您的电报，是兰花同志的。你先忙，我马上过来。好的。是。
好的，我马上安排。兰花同志的这份情报对我军非常重要，罗部长已经去中央向老总们做汇报。你通知侦讯科，让他们把已经截获但还没有破译的电报用这四个密码本重新破译一遍，最好总结出一些规律来。是，我这就去。醒了，喂，醒醒！哟，组长，哟，今天好是吧？没事吧？啊，那迫击炮炸了。现在主要就是你了，人大夫说了，严重的脑震荡，右腹部也被这个弹片给划伤了。我跟你说，组长挺悬的。滚！哎，对，李哥来。赶紧通知豆腐局长，别让他再担心了，绝对是组长想的。哦，好好，快去。别动，你。所有特务都已经让我们给击毙了，破坏工具也让我们缴获了，你放心吧。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啊，你没事吧？没事啊。